师傅吃什么东西可以活血？活血的东西多了，活血的东西吃下去能够帮助你肠胃消化的都能活血，比方说啊，你吃一些啊这个芹菜啊，比方说你吃一些啊让自己能够啊吃得很舒服的叫菠菜，你做个菠菜汤，菠菜蛋汤，把那个蛋啊打在那个菠菜汤里边，放点鲜味儿。这个菠菜补血的，补血就是活血，明白了吗？还有嘛，弄点枸杞啦、红枣啦都可以的，红枣也是活血的，明白吗？大白菜汤跟那个包菜汤行吗？这种嘛一般的，这个一般的，他这个是比较凉性的，像你们阴气比较重的人，最好嘛吃点放点红枣啦，啊弄早上弄点莲子啊，或那个大豆啊，这些红豆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活血的，这些东西吃下去啊，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好了，你去看颜色深的东西都对血液有帮助的。萝卜，你看看烧出来，萝卜白的，萝卜，你看看烧出来红的红枣啊啊那个赤豆啊啊那些东西是不是有那个啊？现在明白了吧？是不是红的啦？红的为什么不红血的啦？这个还不懂啊？明白了啦？